我在那儿照了一个。我的妈，这照可真多。 你得下去一个，出去。就是你在那个门那里头去。如此美丽的地方，想拍张神奇的照片吗？拿起手机扫。你就想想，咱们应该走站扣，用全景视角记录你美好的旅程吧。好的路啊。对呀。在这也关着呢。 我是小七全景，在如此美丽的地方，想拍张神奇的照片吗？拿起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，用全景视角记录你美好的旅程吧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个是没什么，那是。
是有一个，就那一个，8号是吧？那会儿就觉得大家全是，就一个趴上了。那个牌子上面也大。哦。你还看呢？但是有风，你看。对，你看觉得你这一拖了，风一吹，马上就凉起来了。现在这地久，凉也不行，热也不行。就是。 Thank you.
你好，我是小鸡全景，在如此美丽的地方，想拍张神奇的照片吗？拿起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，用全景视角记录你美好的旅程吧。 下去，现在就往下走，现在往下走，他们在拍照吗？在拍照呢，不要看，等会。
录着呢。我给你照。你看看，你也刚才照那个摆姿势，先找个女同志。
看起于消遣是哪一个？是起于内部。这边的，这边的，这边的，哦，我这琢磨半天了，谢谢您。挡的是，这是西，这是西是吗？这是北，这是北啊，北边的啊，明白。哦。别点，一点那它就，我都看不见。既然那黑劲合适，你点就完了。那是六号肌肉，黑劲儿。好吗？他总会拍了，还能教你姿势。
的，这边的，这边前面的，因为我要要这树，这树多好看。啊，你上来吧。我哪儿上来的？房间没有门啊？屋里头啊？啊？这是屋里头上去吗？我哪儿啊？
转好自行车，咱应该是从那个最高的地儿往那边走就好了。为什么呀？人是从那儿能看整个长城。累了就不走了，对，吃完了实在走不动了坐缆车，不能去，是不是？对，玩儿去。
咱路虎正好拍一个现场直播。哎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、浙江电视台，我们是西湖摄影团。喵，还吃吗？飞行也比划，它出毛就比划飞行，比划毛，相机比划毛。我就在这儿是吧？对。明星，好嘞。好，好嘞。蓝路虎。